的林明彦，我又来了。我是义工障碍的陈义勇。那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爱中飞行》。听你唱你了白了的表情，走了心，再次让自己透明。我靠近，只会更看清你向他接近。怎么听，让我陪你聊知己，用尽了所有力气学他的强硬。末日来临，让你抱得更紧。曾相信坚持能够让你不灰心，失去他们，我能给你真心。我们像三只孤鹰，在爱中飞行。你追他的怀。伤的追寻，眼泪在这场游戏从来不肯停。就算我用生命送你远行，也不停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可以偷偷问一下，我们家林明彦同学，你办了几组啊？单人一组，然后合唱一组。所以他跟我们讲说，他扫光我的奖金啊！哦，这口袋在这里，叫我把它拿出来，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，请我吃饭啊！如果现在在邀功吗？大家刚刚那一段卡掉，没有看到啊！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情面对这次比赛？其实我们都是爱唱歌的朋友。是那种一个礼拜要去几次夜唱哦？所谓的爱唱歌不是那种，只是我们平常只要出来。你们有乐团吗？他有。哇，要不要表演一下？怎么表演？表演什么？你唱一下吗？没有团啊。没有，你不是主唱吗？对，他是主唱。主唱就是唱一下啊。有没有什么拿手的歌？现在加分题他就会唱。哦，你的加分题是要加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我们都是。那我都讲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就直接加分题啊。大家直接来喽。那就让我们的义勇跟明彦带来他的加分题哦。我要带来加分题是那个将军令。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谢谢，谢谢。真的有主唱的那个。整个架势都出来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好呀，那就非常谢谢两位的演出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欢迎。那我们准备欢迎下一位的参赛者，14号魏子萱，他为我们带来是许绍洋的《幸福的瞬间》。